高文非常深切讲，我从小呢就是北一女，然后呢我台大，那我非常优秀，我才不像那个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还要就去洗学历。中华大学的这件事情，因为呢高虹安他就讲了嘛，哈，中华大学夜间部洗学历，他讲的是林智坚呐，但是林智坚这件事情也让高虹安因为讲的太快太多失言以后，他今天中午上光景姐节目以后就激动落泪了，哭了。那哭了有好有坏，有人觉得你当热血选市长怎么软呢？有人讲说，好啦，有哭就给赞哈。那中华大学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接受大家道歉。宝杰哥，现在目前选战剩下60几天哦，什么事情都要看网络风向，是吗？网络风向大的时候呢，其实说实在的，政治问政都挡不住，哪个议题撑得过去，撑不过去嘛？林智坚就是活生生的双主赛双套餐，他没撑过去嘛？新竹学校没撑过去，台大的学历没撑过去，当然他就换下来了嘛。所以同样的，高虹安现在目前跟张善政他的那个宏基的问题，也在目前这个风口浪尖上。他们两个必须撑过去。